果大汁儿，我爱喝水果大汁儿，我可以随意混搭，再配上水果寿司儿。水果烧烤，我爱吃水果烧烤，就算是乱七八糟，也觉得心情很好。我爱星星，我最爱刺激星星，我跳着芭蕾，转着圈圈，送上冰火两重天。所有这些新增的业务，让我们的销售额增加了74.8%。还不够。出绝招！我们把卖不出去的水果去剁碎煮熟烤干，再制成各种食品，这其中包括苹果酱、蜜桃酱、菠萝酱、葡萄酱、草莓酱、橘子酱、酸梅酱、杂果酱、葡萄干、蜜桃干、陈皮干、话梅干、草莓干、香蕉干、椰子干、红枣干、苹果派、菠萝派、香橙派、草莓派、西瓜派、香蕉派、葡萄派、山竹派、青梅派、蜜桃派、蓝莓派、雪梨派，最后还有杂果少年派。以上所有水果食品，让我们惊奇水果店的利润上升了300%。哦耶！可是，我的惊喜大礼包呢？